车上轻轻摸着宠物狗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市政活动，态度自然轻松。而除了友善城市的宠物政策，蒋万安也关心党内激烈交锋的心肺之争。今天也是去关心肺委员，因为终究我们过去是立法院的同事，我已经跟市长部来反映，我想这部分都会请市长部来进行协调以及后续的对话。我想当然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。前一天才刚见完台北市议员徐巧芯，蒋万安接着再以关心立场和新任立委费鸿泰碰面，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支持公开辩论，但是仍被视为出手调停心肺之争。我觉得压力变小很多，他不是来协调的，他主要是来关心大家。那蒋市长对待我们两位，我相信一定都会是公平的。那我昨天有说他支持年轻世代的参政，建议我不要辩论啊，所以我尊重，我也这个接受他们的意见哈。蒋市长现在当市长哈，在日理万机的时候，还要麻烦他来操心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相互表达尊重态度，但是对辩论意见看法仍不相同。讲完力求拆弹维持党内和气，不过能不能真的实现团结，还得看心肺双方买不买单。华人新闻陈真、彭冠霖 SNH 小组台北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